们三个快点，我们来再唱，那我们再唱一次吧，来那个。你会唱《快乐天堂》？会哈，好，那我们来唱《快乐天堂》。花香的，来喽，快点啦！我陪你，舅妈陪你，没关系，有你会唱。没有，让花北先生唱完就开始。我每次主歌唱得很好啊。这是我今天正式唱。还是会有一些压力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真的希望世界和平。我觉得那个和平真的是。在这里哈，来，啊，这样就挡住你了哈，对不起，这样可以吗？你们会唱吗？快乐天堂，会哈，一起唱。Thank you.
实体化就很辛苦，我们真的很辛苦在这里。如果你们有 Facebook， 帮我们按个赞，谢谢，谢谢，帮我们去 follow 一些我们的东西，也许帮我们做点分享。谢谢你。对，我希望就在这边共享，这是一个，也许今天的雨也是一件好事了，反正可以让我们很轻松的去做一些故事的分享。不过不管这样，非常谢谢你，谢谢你来的这些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甜蜜，谢谢妈妈，就这样。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。好，下课。下课。谢谢大家来到雪花村。那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，走路可以边开边吐。然后门口这边呢，我们有准备雨衣，需要雨衣的朋友可以来这边拿哦。如果你想过车的话，如果你不打开使用的话，铁花村的雨衣可以保留10年。